嘿，大家好，我陈浩，我们今天带来是改版后的一个甲虫哦。那甲虫呢，在于每一招的这技能上面都有一些提升哦，所以杀伤力呢更是比以前还要来得高哦。那这一次我觉得官方也是提升了很多一些怎么讲前辈啊，传说对决的前辈角色，很多一些旧的角色都有所提升哦。很多的法师啊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对一些冷门的法师。对，那木家爵呢，也是还有貂蝉啊、克里希啊这些角色，金娜也做了一个造型上的更变。对，那我觉得算是蛮有心的、啊，蛮有心去做这一次的调整。那也尽量让这个战场上的丰富一点，就是各种角色都会出现，没有一只角色是特别强的，你只要玩得上手，那就可以靠这只角色横行无阻，对吧？不是靠着角色的强度。那这边的话，这一个机器人，哎，这个 machine 啊，这个 robot， 我看你差不多准备 GG 思密达，直接收掉。在前期我直接拿了一个 first blood， 那在上路这边，哎呀，我的大招没了，但是我被盯上了，我被盯上了，兄弟，我被盯上了，哇，完了完了，我死去啊！我这个刚刚根本就不应该过来这个多事的，你看惹是生非。那我们在下路呢，我们尽量要抓去抓后排，那个这个 Robot Man 会有点太烦人。那这克里希被抓到了，我走，不好意思，我走，呵呵，我走先，我不打。这一波呢，我们松露直接被抓掉，所以不太好打。但是这边哎，又看到对方的一个机器人，我稍微的攻击一下啊，一个寒冰制裁带掉之后起飞。我本来想进塔杀人，但是发现进去可能出不来，所以我就选择走喽。那可以看到在上路这边，哎呦，嘎嘎，又是那个组合，我在这里等一下啊，我等着你过来，哎，没有人是不是？你看这个躲草也太明显了吧，这个，哎，又想弄我，别啊，兄弟，别啊，又想弄我啦。这边的话，我们经济可能会比人家稍微低一点，所以不太好去处理他，不太好打。那这边的话呢，看到我们野区那边被骚扰了，这甲虫是直接被克里希给收头。那我们这边赶快的来吃这个古龙哦，把这个古龙给吃掉之后，我看到哎呀，鲜嫩多汁的红 buff 啊，红 buff 出来了，来，跟我进来啊，包你有好处的啊，跟我进来就对了。那这边这个上路的艾瑞呢，我不去处理他，因为我是近战角色，我不是一套输出型的，跟他慢慢磨会被他弄死啊。那艾瑞一直回血，虽然甲虫的二金也可以回血了，但是他真的比起来还是回的不多啊，有回跟没回一样。那我们先赶快的清完中路这波兵线之后，我要去支援喽，但是队友好像又扣退了，所以就选择不过去了。跟在队友后方，我们的雾马尔率先过去探查，我随后跟上尾随进来，但是我发现我挑到一只，这两个罗巴，我还以为我是挑到了对方的这个奥米切，但是发现好像不是，我根本就挑到对方的后排，有点后悔，我真想要抓后排哦，再来一次 again， 好，不跳。其实甲虫大招速度很快的，那今天看到这个图了，我说一个寒冰制裁，他被他叠起来被动，我先拉掉一下。这下路这个激战，哦哟，这个井碰一下、啊、就把对方收掉了。那我带出这个钢枪呢，在于缠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会比较好打一点。那甲虫 CD 本来就很快，但再将这样加起来的话 ，CD 可以再到达更快一点。那边趁着没有人群的情况下，赶快的啊，快去 get 就去快，我快残血啦，我先走啦，兄弟，伯伯。这边中路看到对方的甲虫，我觉得会被找麻烦。这个克里希好可怜 ，QQ 居然活下来啦，他居然活下来啦，那我势必必须得过来跟一波。这个艾瑞我直接收头，马上吃完他之后拉掉，好不好？拉掉，直接拉掉，伯伯。那这个这边飞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动物可以抓。那这边上路看到他们打起来了，但我想说这个古龙我先吃看看。那莉莉安发现跟这个图伦好像有戏唱哦，我马上靠过来。哎呀，这个图伦啊，想走是不？哦哟，想要直接击杀，还好我们这个雾马来的怎么样，又急又快啊，成功的帮我挡掉了这一波血光之灾，是不是？常常以前在看那些命理节目，讲什么血光、什么血煞的、冲光什么挖、什么挖哥，是其实小时候都喜欢迷信这些，迷信星座啊，然后迷信一些什么紫微斗数啊、什么罗盘啊，小时候超迷的。可是长大发现，那小时候发现其实没什么在看那些东西，但长大之后发现，你的个性好射手，你的个性好摩羯啊，你是摩羯啊，其实仔细想一想，
星座啊，离我们怎么样？108000里远呐、啊！哦，想到我是不是哇一个回马戳，戳爆你！你看星座离我们怎么样？108000里远，怎么可能？世界上所有人就只有12种性格，我是一直坚信不疑的、啊。我对这件事情是充满着这样的信念。所以我个人不太信星座，每次有人在说你是摩羯，你这个摩羯怎样，摩羯男怎样怎样怎样。如果觉得就是讲的怎么样，讲他是讲好话的时候，我觉得哎呦好准哦。但是他都讲说摩羯男不好的，那星座离你18000里远啊，没什么好相信的。这个大家人都是这样，只会听怎样顺耳的话，但是忠言是怎么样逆耳的、啊。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懂，很多道理流传千百年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流传千百年，那每个人都知道，都读过的东西，他、啊、不懂你就不懂，没办法领悟就没办法领悟啊，讲再多都没用、啊，对吧？你看，我跟你讲、啊，有一句话是说怎么讲、啊，钱买不到快乐。来，你跟我讲，谁在 shopping 的时候是愁眉苦脸？什么叫钱买不到快乐？来，把钱给我花，对，那太荒谬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太荒谬了！什么叫钱买不到快乐？我跟你讲，你给我100万，我跟你讲，我保证开心的把它花掉。如果我现在是愁眉苦脸的，我给100万，马上开心的花掉，开心起来，你知道 ？Happy Happy， 这一个啊，这一个玲玲，我看你是欠了人家100万啊，你欠我汇钱呐、啊，你走去哪？你走去哪？我直接急杀一波，跟图伦再急杀一波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对方的艾瑞是登场了，但是这个艾瑞呢，我遇到一个麻烦了，就是他一直回血。啊！一直回血啊，又回血啊！我这个大招直接砰一下，直接收头啊！是艾瑞，好烦的、啊，好烦的、啊！我们太贴近距离跟他打，就被他闹着玩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条魔我们顺利的就吃掉，那血量不多，我们直接回家。那可以看我前期到现在都是出了一堆雾防装啊，对吧、啊？那是时候必须。去这个防止一下对方的图轮哦，就必须带出一点仙灵吊坠。有野怪嘞，兄弟，不是这样吧？对方的甲虫把我的 buff 都吃光了。那我先看一下他的这个状况。那我想说我是有带 partner 的，我是有带队友的。他过来，去哪兄弟？去哪？去哪？你是要去哪？你是不是想死？好，直接收手，哥哥。吃完这甲虫之后呢，还有一个艾瑞，但是这艾瑞我不理啊，我看到还有更可口的，这个啊小可爱，直接追过来寒冰，这个冰霜法宝缓住他。那这边的话成功的收头之后，这个图伦啊好痛，别啊，我一个急转弯，但是躲不过对方艾瑞的攻击。那这一波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啊，玲玲你被我抓到了，你太前面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必须我再往前戳。我的 CD 是很快了，这边一个围剿之后收掉了，收的干净，收的漂亮。这边一个甲虫，我一个回马戳，戳爆你！又是这个啊，又是这个艾瑞，我错了，兄弟，我错，又死去。好，这边马上紧接着来吃凯撒。对方呢虽然没死掉任何人，但是刚刚他们在下路吃掉一条魔龙，我是马上的赶紧的来开启这个条凯撒。那可以看到这边只剩我们两个人在吃，但是我很努力吃。图伦来了，不得了了！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赶快，赶快，兄弟们，赶快！我的寒冰之斩还置在图伦上面呢、啊。这时候，对方艾瑞靠过来，但是我们队友都没打他，很聪明，很聪明。我一个越墙逃跑，一个越狱啊！走了，走了。这一波拿到凯撒之力，透懂啊，是不是？你这歌德拿到凯撒之力，就是说这下透懂啊！挖心转金条，没俩没半条，应该是这样，随便。随便啊，吃个野怪啊，这个甲虫到后期，其实每一只带到后期吃野怪都很快啦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再来找，对方甲虫在这里哦，是不是调皮？那跟对方的玲玲啊，是把我们的这兵线都清光光了，清光光，还有没办法进攻啊。想要发起个进攻，但是没办法，这个对方大暴走了，我们队友嗝屁啦。嗝屁啦，全员嗝屁啦！我看一下状况。我要抓这个玲玲，我要抓着，我要找一个进场时机哦。我现在是有凯撒之力，我这边直接跳到两只，收掉一只之后，这个艾瑞，你是不是也差不多准备去死 ？OK， 这边一个绝命大反击哦，我这边直接飞起来，抓到这个甲虫，再收一只，我这边一个一技能，砰，收掉对方的甲虫。对方甲虫还来不及反应，人头就落地，虫头就落地了。你们这个玲玲，你还不走，你再不走，我就直接过去了。我跟你讲，
你再不走啊啊，再不走啊，坏坏！我今天出了一个拘魂哦，是因为对方有甲虫，其实甲虫是可以回血，那当然比较难解决，就是这个艾瑞啦。我们常跟艾瑞打的时候变成一个贴身哦，所以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状况啊，就是一直被他吸血，一直被他回血，很烦，很烦哈。哎，这人他是回血，不是吸血。吸血是打你的这个伤害越高，血回越多嘛。但是艾瑞呢，伤害不需高啊，血就回这个怎么讲趴数啊，以趴数来计算。那这边这个机器人，魔雷毛，图人在那边。那我这边没有选择要打，我先稍微的拉掉。你看一下这个甲虫的位置，卡墙，神卡墙。哎呀，艾瑞抓住我啦，但是我的队友埋伏在后面，别打他，兄弟，怎么会打艾瑞呢？我这边丢一个一技能之后拉回，跟这个甲虫做一个一打一的单挑。这边这个艾瑞很会吸，但是我出的是拘魂啊，我已经出拘魂啦，兄弟，好难打，好难打，真的好难打。哎呦，这现在如果艾瑞跟塔拉碰在一起，不知道会爆出一个怎么样的火花、哦。那这边的话，我的队友一死去，啊！我这边，我错了，毁了，毁了，兄弟，毁了！哇，别呀，死去呀、啊！哇，直接死去，一波呢非常非常惨烈啊！那对方呢是直接的，哎呀，我妈，哎呀，又死一只啊！打进来了，没人可以守了，守不住了，直接被对方一波逆转胜，一个蹦下卡拉卡，哇！好的，没关系，这场比赛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，可以到 Facebook 按赞 ，IG 可以去追踪一下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面喽，拜拜。